啱啱宣布已经同富商男友结婚嘅沈卓莹 Jess 呢日就出席活动。听讲上个月佢哋喺泰国已经低调举行咗婚礼，到底系咪真噶？快啲亲口公布下喜讯啦！其实真的很开心，其实真的想着今天亲自出席活动跟大家分享这个好消息，又是趁着今天是白色情人节，就想跟大家说其实在上个月其实已经是结了婚了。但是婚礼的姊妹团竟然没有陈海琳、巩嘉欣等等的少妇联盟好姊妹，反而就请了陈志瑶和何傲儿。因为我这个派对呢，即是我整个 wedding 呢，其实真的好，即不是大搞，都比较细型啦。咁其实都是一路比较想比较低调啲嘅。咁我淨係请咗自己屋企人啦，同埋兄弟只有姊妹嘅啫。因为真的好细型，好细型。同埋一来都唔喺香港啦，都唔想惊动到其他人。咁所以我就叫咗我即係识于微时嘅一班好姊妹，咁就参加我婚礼啦。係。咁婚后又有冇计划快啲生 BB 呀？暫時我覺得是先做事的，因為我覺得生 BB 其實是隨緣，就是上天的禮物，不是說有就有的，所以我覺得不想特別去刻意去想，我覺得隨緣是最好的。